中國嘅經濟咧，最近咧係即係出現咗一個好似見底回升嘅跡象。咁呢個出現咗一個見底回升跡象嘅時候，係咪好咧？係咪對股市有冇一個好處咧？未必一定咁睇嘅，因為點解咧？你話好好就變成咧就壞壞噶啦，就負負得正啊，正正係得負，負正之間又係得翻個負，所以咧喺呢點入邊中間嗰、那個即係穿插關係咧，一時三刻講唔到。都要大家去睇睇個長啲嘅版本。